这个是待会妈祖要经过的鞭炮，我必须要先走，否则我待会会跟不上。感觉这个阵仗很大，县瓦寮社区。转眼间天就亮了。可能我比较不怕冷吧。走起来还蛮舒服的，看这小苗还蛮可爱的，拉近给你们看。很可爱的小苗啊，带去
们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彰化，正在浊水溪上面。要节约用水，水真的不太多，不太丰富。好，继续加油，待续。录影啊！我们现在在西滨上，才61，耶耶耶！我想坚持下去试试看，加油！我的队友都没有放弃，所以再坚持一下。目前我们都没有放弃，对不对？耶耶耶！我们都没有放弃，目前还在坚持中。生母加油站，新梦。刚刚发生一些小笑话。新庙干单，救不得。OK。好。我们虽然苦中作乐，再坚持一下。不说了，把力气留下来。加油！加油！全被他吸引了，乖。你们两个一起看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往前走咯，小朋友往前走咯。好了，我们谢谢，谢谢好吧，继续走，拜拜，再见，我没有放弃，我持续在走，我相信这是考验。我会加油 ，Go！ 到了，我打开嘞，我猛。Thank you.
西和香蛋。杨子措西桥，现在全部起大雾了，我们还没有到福安宫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到福安宫。今天是走最晚的一天，哎，我们姐姐，我们从出发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坐上累的请上车，就是左脚靠右脚，右脚靠左脚，现在继续往前面走，沿途还是有很多包子打开都可以吃了。善男信女都在捐献，我们一路没有饿着，只是比较累而已。红灯待续。